大家好，我是张敬轩，我是 Toby 李子恩。七月七号，我都可以同 Toby 你一样，成为无国界医生的一份子，同前线的救援人员一起救助伤困。是啊，大家都可以捐一日人工，支持无国界医生日。每年的七月七号是无国界医生日，捐一日的人工就等于帮无国界医生做一日的义工。各行各业出手救援，捐一日人工，支持无国界医生日。